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蓬大元帅，先在这里给观众老爷们拜个晚年，祝大家鼠年吉祥。然后跟大家说一下，这段时间我没有更新的原因是我现实中出了一点问题，现在我大概每天要亏10000多，将近20000块钱。不过没关系的，一定会熬过去的。今天呢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海豹部队吃的军粮，First Truck Ration。翻译过来呢，就是第一打击口粮。我们呢，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，第一打击军粮是美军比较罕见的军粮，用于最尖端的特种部队，比如海豹部队。作为世界军事第一强国呢，美军在军粮方面做得非常不错，达到世界顶级水平。第一打击军粮和普通美军 MRE 有着很大的不同，它专门用于特种作战，特种部队的战斗呢更加激烈，消耗更加的多，所以呢，第一打击军粮的热量更大，也就是说是普通的2.5倍，达到3600卡以上。根据科学分析呢，常温下普通士兵一天需要3000卡以上的热量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试试一下海豹部队吃的军粮到底好不好吃。来，我们打开过后呢，发现桌子上已经堆满了，刚刚数了一下，一共有17样东西。然后呢，这一包呢是600块钱人民币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把它外包装逐一拆开，看看里面有哪些好吃的。好了，各位小伙伴，东西呢我们已经全部打开。我拆的过程中发现其他东西都还好，但是这两个东西我发现看着很不健康，就像色素一样。但这个是功能饮料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墨西哥软饼，有鸡肉、牛肉、芝士、意大利的三明治、饼干，还有能量棒，乱七八糟的一大堆。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试吃。因为 FSR 军粮它是不需要任何加工的，就是说你可以一边走路一边吃，这样呢就会大大提高了作战的效率。首先我们先来试吃墨西哥软饼。哇，这个口味怎么形容呢？其实就像面包夹着老干妈那种口感一样，它里面这个酱呢就是那种咸咸的，它里面可能是牛肉酱，不是很好吃，就很一般吧。然后我们吃一下这个意大利的披萨。哇，这个披萨跟小伙伴们说一下，它其实没有什么口感的，就像饼干在水里面泡，然后呢嚼在嘴里面面面的，像面粉一样，里面呢夹着可能是巧克力酱吧，还是那个苹果酱，就是很甜，有点齁甜齁甜的那种感觉。但这个披萨呢，它是高科技产物，据说呢它的保质期呢可以达到2年之久，它不会发硬。好吧，来下一个，这个是鸡肉。我们来尝一下，鸡肉还可以，就是普通的鸡肉味，然后呢它里面有番茄的味道，可能是跟番茄酱一起做出来的，还行。它这个鸡肉给的量还挺多的，好吃不好吃不能去评价了。小伙伴们吃过那种普通的鸡肉罐头呢，大概就是这个味道，就只能说还行，就一般吧。然后我们下面吃一个这个饼干。哇，这个饼干它是软的，也吃在嘴里面就好像那个青稞面做的那个青稞饼一样。嗯，还行吧，不好吃不好吃。下面我们来吃一个，这个应该是能量棒吧，嗯，脆的。嗯，这个好吃。
咸咸的，就那种咸咸脆脆的，有点像妙脆角的口感一样，挺好吃的这个。这个小能量棒好评，然后我们再吃一个这个葡萄干。葡萄干也好吃，就普通正常的葡萄干。来，下面我们吃一个这个有点像曲奇饼干的一样东西。我们吃一下，它里面有花生，然后口感呢就是跟曲奇饼干差不多的，就是那种小松饼的味道，松脆松脆的，还行，也是那种齁甜齁甜的。下面来吃个肉，这个是牛肉粒吧。这个牛肉粒好吃，很像我们吃的那个母亲牌的牛肉粒，很有嚼劲，然后它的牛肉粒很大很大。接下来有点渴，我们来试一下它这个功能饮料。首先是个红色的，就是那种普通的那种果糖酸的感觉。哇，这个好像我们小时候喝的那个色素饮料，不甜就酸酸的，口感还行吧。我们再来喝一下这个绿色的，这个绿色的喝起来感觉有毒一样。跟这个红色的差不多，也是那种微酸微酸的。然后它这里面呢还配了酱，首先这个是树莓酱，我们来吃一下。哇，齁甜齁甜的，有点像果冻。然后这个是苹果酱，我们来吃一下，它的包装是可以拿起来直接吸的。这个挺好吃的，它全部是用苹果打碎的，然后你放在嘴里面一抿，它有那种沙粒感，非常好吃，就是有点偏甜了。然后剩下来这一盘呢，这边有一包咖啡，然后一个酱，还有一包盐，一包糖，还有个奶粉。这里面呢有三个湿纸巾，一包纸巾，还有一个火柴。重点是这个口香糖，因为这个口香糖里面包含了咖啡因。就比如说你现在是海豹部队的一员，你在外面执行任务，你的东西全部吃完了，然后呢你跟你的队友也走散了，现在只剩下这个口香糖就能救你一命。这个口香糖里面是包含咖啡因的，你越嚼越兴奋，就会让你不会孤单。它比普通的口香糖更硬，然后口味是发苦的，带一点甜，多多少少有点可乐的味道在里面，嚼下来感觉好像是有点兴奋，很提神。好了，各位小伙伴，一整轮呢我们试吃下来给我带来的感觉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，花600块钱能尝试到海豹部队的军粮，其实对于我来说也算了却了一个心愿吧。那总体评价呢，就是说军粮呢能做成这个样子，确实是世界顶尖水平，但好吃不好吃呢其实就一般，它肯定不能作为美食去对比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最后呢我想说，本期视频所有的播放收益我们将捐献给武汉的医院。武汉加油，天佑中华，天佑武汉，我们与你同在。好了，我是天盟大元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